我操！我们又来了，那个小猫还在里面在叫，朋友们。你要翻进去吗？我操！你这好翻吗？那个那么小个窗户，你翻进去了。你觉得养得好？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别搞伤了。肥子上都上不去回去，朋友们，只能凭借对牌的。什么情况？抓到了没有？我操！等一下，我把衣服放着，我把衣服和手机放着。我操！我操！他抓老子！好，抓出来，收嘎嘎。啊，你慢点，搞出来了。把它是放归还是拿回去？你慢点，你蹦蹦，往这里蹦，哎，慢点。收嘎嘎，捉出来了。这是他妈妈吧？我感觉是的。不建议抓回去。不抓回去。建议团圆，这肯定是他妈妈。嗯，瘦嘎嘎就剩瘦嘎嘎了。啊，这个他妈妈在。你嗓子都叫哑了，瘦的就剩皮包骨了。赵爷，你看他脸上。吃，哎呦，窜了，一放就窜，哟，好，它在里面就关着呢，估计很怕，窜了，它怎么进去的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那是它母猫的窝，母猫没有把它含出来，应该是的，母猫一般挪窝都会把小猫衔出来，知道吧？剩了一个还没衔出来，走吧，不止我们在喂，还有别的人家也在喂它们。胖子橘，你来了，哎，还个小橘，胖子橘，它好肥呀，朋友们，它好肥呀，像个，它是个妹妹噻，它是个妹妹，是估计是怀了，是流浪猫怎么能长这个肥呀？这就成了猫王，朋友们，喵喵队晚上激活了，今天3:03，喵喵队。